你又要逃跑吗？既然丢下女儿逃跑，至少要好好生活吧。家里这是什么样子？不管我说什么都只是辩解。我会去相亲。你去吧。真心的吗？我听说是十三集团的儿子。为什么没有我的指示就停下来？你是能做决定的人吗？我会帮你的。你就一直跟汉娜交往吧，直到结婚。那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会给你3000亿现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代理公司东森戏剧40台全台首播。